谢谢谢谢。我觉得很傻眼，因为就是我没有收过这么厉害的礼物过。谢谢所有的那个歌迷朋友。我很喜欢，然后我会用这把吉他，就是继续创作，然后。因为其实我梦想就是真的，因为其实你知道，就是玩乐团的人，就是会梦想心目中一把吉他，然后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吉他。然后我应该会抱他睡觉，谢谢。